到我听到，我现在刚起床，然后嗓子还有点哑。我今天想要拍一个，就是和我一起高效的过一天的 study with me。然后之前的实时的 study with me 不一样，是这大概就类似于，一个一天的学习 vlog，然后大概记录一下，我一天都做了什么。然后因为我下周就想考试了嘛，所以说我这个周末想要，最大程度的高效来学习。我之前一直在看 YouTube 上面一个 YouTuber 叫做 Yusuf，他的Productive Day with Me 那类的视频，我觉得特别适合学习开始之前和学习中间休息的时候看，因为一般就只有10分钟，这样子的话就是我觉得学习的时候会更有动力一点嘛，因为你看到别人在学习，自己也就觉得想要好好学习了。那么我下一周呢？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期末考试了，我下一周要考，一门 BCS，然后周二就考心理，周日考数学，然后再下周二就要交一个人类学的 final paper，我的期末就结束了。所以说这个周末我就想 focus 在心理学和 BCS 上面。我其实前两天已经复习了一部分了，但是我今天想要再，就是接着复习吧。复习的时候一般都会就是从电子笔记转到纸质笔记上面去，因为之前跟大家讲过说，我平时记笔记都是电子笔记在电脑上面记嘛，但是我复习的时候特别喜欢把东西写下来，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帮助你就是思考的慢一点。不知道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有时候复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一直只翻着那个笔记就过去了，但是就往往没有去想。但是如果你去写的话，你这个整个过程就变慢了，然后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去，想清楚一些内容，然后顺便记住一些内容。我昨天已经总结了一些心理学的复习笔记，当然这个复习笔记就是稍微不是那么详细的一个笔记，是更多一个就是 focus 在要考试的内容上面的一个重点。我们老师一般会发一个就是 study guide，或者是做一个简单的 PPT 来告诉大家考试考的重点都在哪里，所以一般我都会 focus 在上面去复习。所以今天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我现在要吃我的早饭。黑绒面包，超级好吃的，所以说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吃了，然后喝一杯水就开始学习了。我刚才刚把心里的所有笔记都整理完了，然后，所以复习阶段应该差不多没什么问题了，剩下就是把这些，东西都记牢，然后把练习题过两遍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所以我打算一会儿就开始复习 BCS。BCS 还剩的有3章没有复习，一共考8章，哈，我已经复习5章了，所以还剩3章。我要把那3章的笔记，然后根据 study guide 整理一下。
我刚刚泡了一杯金银花冲剂，因为嗓子很痛，所以我可能先看半个小时的 BCS 吧，然后过一会儿出去吃一个饭，回来再接着学。我的这学期的 BCS 的笔记，我们一共考三个考试，所以说，我每次考试之前都会把那个笔记重新总结一下。我其实还有两章没有总结完，但是这个本儿已经用的差不多了，我已经写到这里了，已经写了这么多，只剩没几页了，所以说我打算换一个新本儿用。因为这样子，我害怕就是下一章写不细呀、啊。这个本子之前很多同学问，这个就是我说了很多次了，就是美国这边大学会用的这种笔记本，然后其实质量真的不是怎么好，而且就是上面它的这个格，就是你一滴水的话，它就会晕开，所以说我觉得质量不是特别好。我打算拿我今天早上用的那个本在哪儿？我打算一会儿换这个本，这个是母鸡的那个横格笔记本，就这种横的格的笔记本。这是我男朋友原来的数学笔记本，然后他没记两页，我就拿过来接着用了。我前面这部分记的都是心理，这个笔记本的纸就好很多，就是你写的话也不会阴，它的纸质也稍微厚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国内其实有很多更好的选择。我这一面不是已经写了心理吗？所以我打算把它反过来这样子用，这一面写剩下的 BCS， 这样可以分开。而且其实我就是下一周考试主要还是这两个，所以说带一本的话会比较方便。休息一下，我现在打算看一小会儿综艺，我在看《向往的生活二》，
当时他初一的时候我就蛮喜欢看的，主要是因为里面有一只柴犬，然后《向往的生活二》里面有两只柴犬，所以它是我的柴犬能量。我关注了一个柴犬博主在 ins 上面，然后是一个日本人，他们家养了一只柴犬叫 Barry，超级可爱，这只狗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狗？啊，太可爱了！学的有点神情恍惚，然后手现在写的一天特别疼，所以我们就打算先吃晚饭。现在几点了？看一眼，现在是4:51，快5点，所以我们先吃饭。Thank you.